你还想去太白山矿场看看这里游戏？怎么回事啊？我就觉得今天怎么那么不顺，离合器又断，就各种不顺。然后我想，好吧，我不是基督徒，可是我竟然在祷告。就换完内八之后，我们回程就在讲嘛，说到底这个状况，看找车代表轩轩，其实他对装备啊，对于车子其实都不是很熟悉。那如果今天贸然的上去百米林道的话，我觉得有可能啊，倒车事小，我很担心他受伤。好，所以我后来跟托宇讨论一下，我们决定就今天不上百米，我们改去五老坑。